世界各地都大家都在道歉，美国啊、日本啊，然后都是向中国道歉吗？对，都是向中国道歉，大家都做了很多事情得罪他们。中国真的是受人尊崇啊，中国、啊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南方四剑客他们就出了一个新的一集动画《Banning China》。哦，你说那个哎，其实闹了蛮大的风波，各种调侃，他就是调侃了我们中国的很多，比如说劳改啊、审查或是言论自由的东西，然后就会整个就是让中国完全就是非常的震怒。这事情一播出之后呢，中国马上就禁止了他们搜寻啊或者什么的，对，全面下架，全面下架。然后就网友调侃说，那现在中国就剩下三个方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只剩下三个方位？因为他们在那边叫南方公园嘛，就是南方都找不出来，所以就变成只有东。西北，对，然后南就不见了。跟打麻将的时候啊，东风圈打完之后就变西风圈。南风嘞？没有，不能讲南，不能讲南。南方四剑客他们就是知道他们被全面杀，其实他们10月8号有发出道歉声明的。到底有没有道歉的意味呢？好像你其实看起来就像这张照片，你看起来他的英文其实蛮端庄的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对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好像认真一看之后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可以去细细品味一下他们英文的东西，其实有些是有谐音的。那我们这边就是不方便，因为英文不好，英文也不好，我们也不方便讲。对，请阿弟吧，阿弟可以讲一下。